台语超烂，我要来随堂抽考他。请问什么是龟迹？饮料店啊。不是啦，我是问你龟迹的中文是什么？龟迹，龟迹，有迹。第二个字是那个藏，什么藏？不是，扎耳朵。再猜一个。啊，那个那个，捂眼睛的。捂眼睛的是什么？枸杞。不是枸杞，台语是枸杞。啊不。我好，我告诉你正确答案，是水果。水果。龟迹是水果。水果不是追购吗？另一个意思。加死呀！我男朋友台语超烂，我要来随堂抽考他。请问什么是龟迹？饮料店啊。不是啦，我是问你龟迹的中文是什么？龟迹，龟迹，有迹。第二个字是那个。藏，什么藏？不是，扎耳朵。啊不。我好，我告诉你正确答案，是水果。水果。龟迹是水果。水果不是追购吗？另一个意思。加死呀！